用这两个微微的杯子，看能不能点头发成饼啊！来，一二三，嘿。妈，这不是掉链子吗？真是的！来，一二三，给我摔坏了，杯子给我敲坏了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，你怎么这么狠？用你敲。你不成功呢？不成功给我杯子敲回一来吧，吓死了！揭晓一下这个什么一敲成冰到底是怎么整啊？首先呢，先把这个矿泉水放在冰箱里面冻3个小时，每个冰箱不一样，有一些温度可能2个小时半就够，有一些可能要3个小时半啊。然后呢，拿出来之后不要让它变成冰砖的时候，我们就拿出来倒进这个杯子里面。然后呢，现在看好了啊，一敲成冰能不能成功？能是吧？来，借你吉言，一二三，这不是掉链子吗？真是的！嗨，不能成功，那我肯定不能成功。来看一下来，咦，全部变冰了，看到没有？你的手不要抓，好不好？看。头发今天在外面吹了一整天的灰尘，现在看能不能点取成品啊。来，一二三，嘿，哇，看到没有，成功了。哇，再点取成品，双击，给你们看一下秘密，每天拍之前都是惨不忍睹。8点开播啊，1米到9.9米的福利，1000单，赶紧来抢！滴水成饼啊，哇，好凉！哇，好美呀！宝宝们，直播了啊！马上开播，1米秒杀套盒继续开始啊！8点准时开始啊！色素乳酪我不敢吃。我来大姨妈了。不吃了啊！8点开播，快点来啊！
好漂亮。哦。宝宝们，明天晚上直播啊，今晚就不播了。明天晚上我们来全部那个大清啊。好久没有脱模了，哇，好看啊！哎呦，妈，有水呀！来，再导入。加点料，哟！哎呦我去！不要便便！哎呀，真的是，都跟你说了不要便便，不要便便嘛，你便啥便呢？真是的。快播了，快点进我直播间啊！昨天晚上没放的福利现在开始了，1500单，每个人进来都有抢，都有机会抢到福利啊！从1米到9.9米开始啊！快点进我直播间啊！开喽了，哎呀妈，这个好看，哇，这个好看啊！快点，谁视频进我直播间啊？我马上去仓库了啊！今天我用这个小小的勺，看能不能一点成饼啊！嘿，嘿，哦吼吼吼吼，成饼了！再来一个哈，看啊，一二。成饼了吧？哎呦我的妈！太不容易了。8点开播啊！今天晚上教你们如何管服啊！